看完我这条视频，你就知道蝉应该怎么唱。首先，我们将双手重叠放在腹部，大致胃这一个位置，然后轻轻的挤压，我们发一个长音的啊哈，啊。然后我们加快频率，啊，记住这个感觉，然后我们渐渐的松开双手，啊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？因为我们的颤音呢是依靠腹部的气息去推动的。如果刚刚那个方法对你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的话，我们还有第二种方法供你去学习颤音，看看有没有更简单一点。我们用啊字做一托，发两个音，啊啊，然后快一点，啊啊啊啊啊啊，然后在一口气当中去完成，啊啊啊啊啊啊啊。那我们的颤音在哪个音上呢？在第二个音上，我们在第二个音做颤音哈，试一下，啊，看到是用气息去推的，啊。那么今天你学会了颤音吗？如果你学会了颤音，记得去唱一些刘德华的歌哦。